风男万女为情苦，万般连登求不得，借问桃花在何处，烦恼牵线结良缘。世间男女拢向往真挚的爱情，渴望有一个情投意合，能夫妻夫随，同甘共苦，牵手共度一生的伴侣。但要在茫茫人海中找了对的人，无简单，就要靠有东方爱神号称的月下老人穿越千里，化越重重阻碍，牵起双方的缘分。这位红光满面、留着一面白嘴手的慈祥长者，甲伊照着皎洁的月光，翻越这名为昏毒的姻缘簿，找出姻缘奇迹的失婚男女，用一条红线下着两人的脚，配对成双，令天下有情人，皆能终成眷属。红线连系，唔也是两粒相知、相惜、相爱的心，更是一份相伴、相守的承诺与责任。缔结一段又一段永恒不朽的佳话。众神在民间，故事代代传。欢迎收看《封神榜神之传说》，月下老人的故事。今一集，咱讲到地花公主按照元老的指示，骑一只白红线的水牛，找到轿夫陈俊，两个人一见钟情，真紧就结成连理。结婚了后，陈俊也是负责去山顶画茶。公主就伫个厝内织布，帮忙陈大娘做家务。生活虽然真辛苦，但是幸福阁美满，大家拢真满足。真紧时间来到冬天，无偌久就要过年啊！家家户户拢伫个无闲办年会，点灯结彩。地位公主想要借这个机会换掉一挂老的，要有化旧的家具。从厝内重新甲伊布置，增加一点仔喜气。今年的冬天，唔知影为虾米感觉特别寒，公主打算要替厝内面的人加买几领厚衫。啊，唔过这物件拢需要开钱，人家根本都摕不出这么多钱。地花公主想了又想，考虑足久了后，月一家提出一支镶着蝴蝶造型的金梯，加一卡翡翠玉环，加单纯讲，你将这两项物件提起当铺，绝对会当卖一个好价钱，咱就有银两买寡年货，过一个好年啊！可是单纯讲什么也无愿意。也对公主讲，我是一家之主，钱无够用，应该是我去想办法解决。何况你离开王宫时，两手空空的，身边只有几项首饰，所以我知影你非常珍惜用。你为了阮家已经付出有够多啊，我又怎样好意思，搁将因摕去典当换钱？单纯的立场真坚定，公主说服不了伊，只好另外想别的方法。无想到第二日，单纯彻查回来了后，立刻满面惊吓地甲公主讲：今仔日莫名其妙的，家己竟然会伫往来多年的山林中迷路了，打转了几落日，拢惊袂出去。后来不知道为哪位背来了一只喜鹊，亲像是专程来替伊指引方向的。伊便跟着喜鹊行，果然一个啊，便找到回来厝的路。伊经伫一丛古老的大树下，发现大量的金角甲白银。公主唔相信，就反问讲：啥人会将遮尼一大笔钱？但伫荒郊野外，
敢会是你因为迷失了方向，才会在心慌意乱的情况下一时眼花，看唔到啊！将五色石头看成了黄金白银，但单纯依旧强调家己真正无看唔到，甚至讲家己沿途拢做了记号，准备带公主去看一下。单纯将过程叙述甲活灵活现，和公主听完，生出莫大的兴趣。于是隔日一大透早，单纯和爱车坐在牛背上，看到水牛行上苍山，行了足长的一段路后，来到树林最深处，果然看到一丛奇秀无比的大树。这丛大树的树枯十分粗壮，树卡赶紧挫折，互砍掉一大片高高的落叶。单纯赶紧掰开落叶，随即露出一个裂窟，内面也散发着异样的光芒。公主赶紧跨落来一看，确实是弯弯的黄金白银，忍不住发出一阵惊呼。公主心想，这肯定是上天同情因的生活困苦，便赐予因的珍宝。因此，夫妻两人马上将这挂黄金白银装了一大袋，和水牛再返去厝。如此来回了几落转，用了几落日的功夫，才大功告成。然后，因将黄金白银全部埋葬在土坎底，只留了一块金砖，将房屋重新整修。当时修建了一座别地的花园，内面种满了地花。生活改善后，夫妻两人又想讲，这是意外之财，因未使独食，就将零落一点啊一点啊的取出来，救助其他的穷苦人家。大家拢真感谢这对夫妻，也真好奇因为什么会突然发财了。夫妻两人却始终守口如瓶，怎样拢唔肯透露半点口风。单纯意外发财的消息，这下就传开啊！大家拢真欣羡伊的好运气，嘛学了地位公主的眼光好，才会选择年轻有为的单纯做红婿。这的话嘛传到国王的耳坎边。国王一直看不起单纯的出身，因为伊配不起公主，嘛认定高贵的公主绝对无办法伫外口吃苦，唔免外久就会甲单纯分开，倒来王宫认错。想袂到国王的如意算盘拍唔对啊！公主得到天公伯爷疼惜，生活过了幸福个美满。只是安尼一来，国王无法度拆散公主甲单纯，伊的心内真毋是滋味，因为伤过郁卒，最后就破病啊。国王破病是一件大事，全国的人民拢真关心。孝顺的帝妃公主更是牵挂父亲的健康，就拜托人传话，讲家己非常思念父亲，想甲伊见面。可是国王觉得公主总是在忤逆伊，便赌气的表示，阮已经断绝父女关系啊！我也讲过，除非当土卡铺银砖，在河上做金桥，否则我无爱阁见到这一个不孝女。公主得知后相当难过，接着伊将黄金白银全部挖出来，在大理国各地造桥铺路。如此一来，国王再也无任何理由会当阻止伊回去到王宫。不料国王知影了后，又认定公主是咧故意甲家己作对，更加气急败坏，便派出军队去毁掉银砖路，破坏金桥。国王又叫人掠走单纯，
企图污蔑单纯的财产是从事非法行为的暴力，将单纯关入监狱内，万万无料到，众人手中的铁锤一砍，铁钳一握落去，迄个银针、金角立刻变成了白石头、黄石头，深深的相嵌入地面，成为一体。不管怎样握，也握袂动。除此之外，被摆去掠单纯的士兵也走转来回报说，因伫半路上拄到了一名珠迷神眼，却拥有天生神力的老先生，用一条草绳绑着一粒像小山同款的旗帜，派伫身上，踏着轻松的步伐，行到路中央，然后老先生将旗帜放落来，摆出架势，伸手一握，强劲的掌风瞬间就将石头震到粉碎，借此发出警告：国王若是搁一迷不悟，非要拆散地花公主甲单纯的姻缘，下场便会像旗帜同款。国王一听，知影这一切皆是天意，家己无法搁改变什么，只会当成全地花公主甲单纯这对小夫妻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，并且在大理国内修建了一座元老寺，虔诚的供奉元老，祈求在元老的护佑下，每一个人拢会当找到情投意合的另外一半。这个世间有人积极地求姻缘，也有人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。面对婚姻大事，有一个叫做卢思源的秀才，伊的家境富裕，学问、人品拢真好，才二十几岁，就伫地方累积真好的名声。真侪大户人家拢主动上门来要讲亲情，但是这个千金小姐无一个是卢思源介意的对象。卢思源本身的个性嘛真古怪。伊无啥物朋友，每工拢踮伫厝内，毋是伫咧看册，就是伫咧弹琴，日子过甲真清新。卢思源对婚事一直伫拖，伊个爸母嘛真烦恼，可是伊本人煞一点啊嘛袂烦恼。对缘分这件代志，伊相信时间若是到啊，自然就会撞到有缘人。这个世间总有不少好事者，介意在别人的背后讲三道四，特别是遇到像卢思源这种，在好事者的眼里，伊就像是一个脱离世俗又离经叛道的怪人。因此时间一久，各种莫名其妙的流言一个接着一个传出来，影响了卢思源的好名声。卢思源未在意，分大去澄清，因为伊本来就未介意甲一挂庸俗之辈相交叉，无想到某日居然有一位东方先生主动上门来拜访伊。这位东方先生大约五十外岁，面容慈善，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，和卢思源不由自主想到亲近一挂。问题是卢思源想破了头拢想不起来，伊究竟是伫倒位认识这位东方先生，竟未明白伊什么时候曾帮助过东方先生。但无论如何，来者是客，两人又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，加上今夜是月圆之夜，卢思源便叫仆人踮后花园摆了一道简单的酒席，招待东方先生。因一面饮酒赏月，一面吟诗作赋，谈天说地，渐渐有了几分醉意，聊着聊着，东方先生也关心起
卢思源的终生大事，问伊明明年纪也未小啊，为何也无想要成亲？卢思源回答：我唔是无想，我只是想找一个知音的人，偏偏知心难找啊。东方先生听了，面上随即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，然后换了一个话题，讲：我在前来恁厝的途中听人提起，今暗的西湖有灯会，部分有头有面的乡亲因也会大摆宴席，与乡亲因做伙同欢，我想迄场面肯定会十分闹热，咱不如也去看一下。卢思源一听，顿时大吃一惊，因为伊虽然有醉意了，可是也未醉到不省人事的地步，也会当分辨因家位在开封，距离杭州西湖有上千里远，怎可能会当在一夜之间来回？去了东方先生既然回说，只要你愿意，我自有妙计。卢思源听了，马上点头讲好，想要看东方先生到底葫芦在卖什么药。结果东方先生拍拍手，花园内随后便飞来一只巨大的丹顶鹤，看到卢思源目睛靠呆，等伊回过神来时，家己已经甲东方先生做伙坐伫河背上，在天际翱翔了。空中一阵又一阵的凉意，加上耳旁边呼啸的风声，让卢思源的酒意完全消退了。伊看到下面的景物，微笑甲难以分辨，却伫闪烁的灯光点缀下，形成一幅迷人的景象。可惜伊也未看够开，便听到东方先生讲：“咱到了。”这边的经验，予卢思源感觉真着惊，一直问东方先生是安怎办到的。东方先生讲家己是修道人，捌一挂新鲜的法术，卢思源听完当作是真的。其实东方先生就是元老老人的化身，因为在数百年以前，元老也是东方温的时阵，有一天在大家当着拜道，拄啊好卢思源的精神嘛在这个时阵来出现，有伊出手来帮助东方温，才顺利抓到拜道，将钱包摕回来，即马因缘际遇。元老想要主动借着机会，和卢思源甲伊未来另外一半来见面，嘛算是回报前世的恩情。其实，这嘛是为什么卢思源会想袂起来，伫对个实在即位东方先生的原因。东方先生带着卢思源，行上一只船，仆人赶紧上前招呼。两人便一边观看西湖美景，一边饮酒作乐。西湖的酒糟如同东方先生所讲，处处拢挂满了花灯，十分闹热。卢思源的心情更是非常爽快，不禁脱口说：“如此良辰美景，如果有家人在一旁弹琴，唱一个小曲。”才算真正圆满。卢思源的话音拄落，东方先生立刻回说：“这件事简单，我即搭拄好有一支好琴，只差价钱。接着便叫仆人去请人来弹琴。无到一刻钟，仆人就带回了一名美丽天仙、举止端庄的查某囡仔。”东方先生马上请伊表演一首曲目，查某囡仔的琴技高超，弹奏出来的琴音悠扬美妙，歌声犹如黄莺出谷，清脆婉转，婉语动听，让卢思源听得非常着迷，也在不知不觉中
对一名查某囡仔射出莫大的好感。即刻弹完，东方先生又请查某囡仔坐落来，作为享受美酒佳肴。三个人也作为谈论了一挂诗词歌赋。无料到这名查某囡仔竟然会当对答如流，何律师员又惊奇又配合。这个时候，花上突然有人在放烟火，吸引众人的注目。律师员因也紧着徛在船头，欣赏满天灿烂的烟火。下人知影准备由猛人吹来一阵强风。一名查某囡仔因此拍了一个卡手，律师员怜香惜玉，赶紧脱掉家己的长外衫，披在查某囡仔的身上。查某囡仔歹势甲满面焦红，忍不住刺了头，手巾也紧着甲无小心落落地涂骹。律师员看到了后，赶紧压腰去捡手巾啊。没想到一只拄啊捡到手了后，都听到佣人大声伫咧喊：“水怪来啊！水怪来啊！”一个啊，水底亲像有一个真大个物件，弄到船啊！律师员惊一跳，心肝内伫咧想：这声一定温死个。伊想要找东方先生来帮忙，回头一看，船啊顶啥物人都拢无，伊惊甲大声叫出来。结果人就醒了，律师员发现伊即马人也伫家己厝的后花园，原来这只是伫咧做梦啊！但是真奇怪，伊的手煞摕到一条梦中迄位女主的手巾啊！今仔故事咱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请继续收看《风神榜神之传说》，我那老人的故事，咱下回再见。看精华，听重点，一起来聊月下老人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陈俊砍柴回来后，满脸惊讶地告诉茶花公主，今天莫名其妙的，自己竟然会在来往多年的山林中迷了路，打转了好多圈都走不出去。后来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只喜鹊，似乎是专程替他指引方向，他就跟着喜鹊走，果然一下子就找到了回家的路。他更是在一棵古老的大树下发现了大量的银子和金块。公主得知后相当的难过，接着她把黄金白银全部挖了出来，在大理国的各地造桥铺路，这样国王就没有理由可以阻止她回到王宫。不料国王知道后又认定公主是故意在和自己作对，更加气急败坏，就派军队去毁掉银砖路，破坏金桥，又叫人抓走陈俊，污蔑陈俊的财产是从事非法行为的暴力，将陈俊关进了监狱里。吕思远听了马上点头说好，想上看这位东方先生的葫芦里卖什么样。结果东方先生拍拍手，花园内随后飞来了一只巨大的丹顶鹤，看了吕思源目瞪口呆。等他回过神，他已经和东方先生一起坐在鹤的背上，在天际翱翔，很快就抵达了西湖。岸上有人在放烟花，吸引众人的目光，吕思源他们也跟着站在船头欣赏。谁知道这个时候，船边突然吹起一阵强风，这名女子因此打了一个喷嚏，吕思源怜香惜玉，赶紧脱掉自己的外套披在了女子的身上。女子害羞得满脸通红，忍不住低下头，手帕也紧张到不小心掉下来。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三分钟聊月下老人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十心不拢献花，玉皇大帝伫天顶，地间诸恶好众生，众生献花在民间，故事精彩代代传，好请众生来保庇，奉献奉上殿神位。上界讲义气，医术高明是大道公，在神也叫做着公明，文在神有意感觉方便，为明八方是上帝公，八仙过海电神通，三清道祖是教主，主管三界化万物，你是上真爱拜祭，两手菩萨有两经，文武相传大汉拢会通，寒山拾着真好合，亲像白镜古白相搭，三太子二路车骑风火轮伊上界下，二路佛度大大欢欢喜喜，什么拢唔惊，先风也像老爹算盘，做做歹伊谁知影，车脚大仙人望山，世间代志搁要定当，土海人谁爱拜妈祖，想好伊人平安免烦恼，临走地府有阎罗王，若是做歹伊头一个知，放空唔通了心来做歹，脚踏实地求众亲人保庇，予恁无烦无恼。